上次咋回事啊？怎么接个电话就走了？上次我临时有点事儿，还说呢，你这次怎么又迟到了？别提了，你给我说在这个花园里面，我在下面逛了三四圈了，然后发现你在二楼。那这是啥呀？你不是说你喜欢历史吗？这是仙女的礼物吗？你又说这个。哎，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啊，就是回到大唐盛世，一睹大唐的风光。嗯，那你加油。谢谢。采访一下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活得开心呗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让你更开心一点。你又说这个。你干嘛去啊？头疼啊，买水喝。嗯，商量个事呗。你说。嗯，明天一起看电影怎么样？哎，你真的很贪心哎，我已经整个周末都给你了，你还要看电影啊？看吧看吧，去嘛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明天要上班。那后天？后天也不行，后天要上班的。那大后天？到底想干嘛？就想约你看个电影，没有恶意的。你的钱很多吗？每天都乱花钱。那要不要去看？行吧行吧。